醒了，然后后来大家又睡了一会儿。先看一下外面，就是这样。昨天就一直有小动物，现在是有猫头鹰叫，然后有狐狸还是动什么东西从我们帐篷后面就跑过去了。早上好像是鸭子，它每个时间段的物种还不太一样。现在我要起床了。破茧成蝶，我给你录。哎呦，我要被弹起来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捂衣服。OK， 动手，我要踏出这出门的第一步了。我要出来了，大家都没醒，我要趁着人少。好漂亮的一艘船呢！快快快，奥卡，巨鲸，巨鲸！快快快快，三只！我的天！太值得了！要早起做瑜伽的大叔，太健康了。现在还有排气。真幼稚。嗯，哇，太特别的体验了！把它的咖啡味萃取出来。断溜了。这个算很好吃。开心的时刻。哇，一人一颗蛋，很多肠。我们现在在拆帐篷了，先把门拆开。这个太高级了，它这个平时吹的时候它是吹进去的，然后模式，所以现在你无论你即便打开它，它也不会放气，然后你摁它一下，然后就是放气模式。呜呼，好吧。现在我们是在朝下一站目的地走，从露营地出来，我们现在要去租一种特别可爱的小红车，然后环岛游，就是这一家咯。哇，好多哦。You're the whole route without stopping. Let's ride. 呜呼，看我。My lady. 成功到达第一站薰衣草农场。哇哇，好好看呀，看我耶。不同的种类，皇家紫，那这边还有白色的。这是一家小店。No, the vanilla is the closest.
我录一下我们的 ice cream。嗯。什么来着？薰衣草味的。嗯。薰衣草味的冰红茶。我现在离小红车越来越近，因为我觉得司机当忘记了这车不能 reverse， 所以我们要下去推。对，张师傅现在又下了车，因为呢这个车没有倒车档，小心后面的车，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车手动向后推。农场站，我向往的地方。看，拎着俩头盔，小能手。刚才说他们俩是还活着吗？哎，挣扎了。看，老板来了啊，没来。他的叫声声。嗯。看得清吗？还有点尴尬。他每一个长得确实不太一样。嗯。OK， 我们来到了这个很有名的店，但是、啊、等的时间太久了，我们就还是决定走了，买一点到那个小盆子里去吃一吃，直接从那个大筐里往外捞，还是那个大筐是冰的。我们是这个。嗯。And I wiggle it, push that in, and then I will. When I feel like I'm in, I'll push up. That right there, and that's good to go. Okay. Yes. 你看这边的大雏菊了吗？也太美丽了。哇哇。加油，请加油，加油，尽力而为。刚刚打开。你打了一个放电视。太好，小能手。这么快，厉害。就是那个孔，其实只要进去就可以。哇，开的好干净啊！这边有个停，右边有个 airport， 旁边是小红车停车场，前面就是 airport， 就是停在了草坪上。好了，这位司机。我们都晒化了，但是很快乐的小红车之旅就要结束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往还车的地方开了。是的，前面就是美丽的薰衣草，还有一个美丽的大红车。大红，这些是美丽的小红车们都停在这儿，让我们出发吧。出发吧，发动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把车停到停车场等着 ferry 了，现在我们就过来随便逛一下。哎呀，手挡住了。现在就是回程了，圆满的两年，好开心呢，感觉再需要一天休假。